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刚刚对着他们喊谢谢你们有什么感觉？没有，要日本没事了，前面几秒都没事了，他们这边你看，哭了，原本想说忍住了。我谢谢他们一直的支持了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在下一队可以拿出更好的表现，然后回复他们支持。他刚刚说，就算你到台钢还是会三振。哎，那就算我到台钢，我想办法打全垒打。这是你第一个国际赛，真棒的国际赛。应该是人生啊，人生第一次。这个比赛对你来说有什么收获吗？就是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参赛国家队，因为从前可能也是错过蛮多次，然后希望经验值，就是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比赛嘛，在大巨蛋，然后自己也很兴奋可以在大巨蛋的第一次使用，就站上这个舞台，自己也很开心。希望这次的经验可以延续到往后的，不管是球员生涯，然后是自己的经验，都会有更好的进步发展。这次国际赛体验跟你还没打之前，这个感觉是什么？我是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球迷会来，因为是后面反而变得越来，大家打得越来越想赢嘛。然后就会有点防守防守，然后希望我们未来可以遇到这种状况，可以突破。这边让你感觉国家队的球衣真的不是很好穿吗？